佛陀说无常无常，我们时刻都要提起无常，自我警惕。也许大家都会说，那师父每天都说同款，是天天都一样。一旦刹那间啊，无常发生哦，是什么都变。所以大家还要珍惜如常如常哦。这种珍惜，都是叫大家人爱时常要自我警惕啦。如常呢，是很珍贵的，我们要时时分秒都要用感恩心，感恩分秒钟都是如常哈，这是平安啦。不过，当然啦，要求得分秒都是如常，是求不可得，难求啦。那难求呢，能得才是真正的很珍贵。道理总是这样的绕，绕的平常、异常、非常，这种事呢，在一个常哈、哦，我们还是一旦过着平常的日子哈、哦，那就是最有福哈、哦。那不过呢，遇到了异常，我们要如何来处理？就如气候天天，总是在一年当中有四季，四季分明。这冬，那就是寒风啦，寒风气鬼；那夏天呢，那是艳阳冬空哦。这都是呢，极热跟极寒啦。那春啦、啊，春天哈、哦，秋天呐、啊，就是比较平和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啦、啊，平常或是如常，或是异常，或是非常，就是这四个常。我们真正的呢，能在异常中呢、啊、平安过去，就如这一回的台风，感恩我们的慈济人呐、啊，那种及时动员，那种的关心、细心、爱心呐、啊，在这种异常的时刻里。让我真正的看见了、啊、那一份真实、真实、诚、真诚啊，那真实哈、哦，真实、真诚哈、哦，大家人那一份付出。一看的时候，我们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了，都是积满的那个石子，我们都在哭啊，我跟我老公哭。不知道住哪里，我们也刚盖没有多久。代表以上人还有全球十亿人来跟你做祝福，也是啊，祝福你们，祝大家能够这一次赶快哦。哦，这样呢最严重呢，这几个出来，爱穿几天啊？穿四五天啊。最主要是土比较不好清，如果水还好清呢、啊，就是都是土泥土、烂土。这间内底规个内底刷浆炸流，有惊到吼？吓啊！这有坎嘛？啊，后尾门去后变开，变开啊！石我拢入去，啊含走为走口来。啊，上任阮师父袂当来吼，啊派阮来，阮是净师弟子吼，派阮来甲大家慰问一下。望你讲传去甲拜我甲谢谢。哦，替你甲阮的师父讲谢谢，讲感恩啦吼。佛陀就说：“人间呐、啊，无常，无常就是呢，非平常，非异常，它叫做非常，不是平时，不是好、哦，那总是呢，在突然间，实在是、哦、很大，
所以说来这一波，有的时候那回归过去说啊，这回哈、哦，我们要感恩呐、啊，平安过了，比起那一年呢，哦，我们轻松多了啦。所以还是呢，这环境不好，爱向下再比，向下再比。有的说，哦，我真辛苦，我修行哦，安尼做这多哈、哦，那为什么要修行？就是能理解人间疾苦偏多啦。修行呢，那得我家己啦。我不是要求安乐，也不是要求解脱，我只求因缘，好缘汇聚。有因缘要为人间付出，我所求的只这样而已。我不敢想啊，我修行就会解脱，谈何容易啊！啊，会解脱无？我天天都解脱，因为呢，我与人无争，与世间无争，与世相无争，所以天天我要过的是平常日啦，无所求。不过一旦有事，那就要承担起来，这种要承担呢，一个人绝对无法。看到了现在人人共同来付出，这呢就是我对自己啦，也说有价值啦。所以今天吼，咱善法联络处吼，不请之师吼，有来要几摆，四工到三工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咱就是较紧要通赶这个十点半以前，通把电动做好，通把送过新娘方面吼，咱新娘的咱就花钱去处理安尼吼。安心家访的部分，户数就有4000多户，那因为人力资源、物资的包装都要大批的人力，包括热食，所以非常感恩师兄师姐，每天都出门。昨天打扫，前天送热食，然后关怀，好，那今天就是安心家访。这种承担不是我家己做，是这么多人自动自发去承担，把它汇合起来呢，为人间呐、啊，真的是付出不少。当然不是我一个，但是呢。也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因缘，有做了慈济，慈济这两个字，大家呢共同同感同愿同修，不管站在哪一个角落，都会自动自发，这就是特殊的因缘啊！这个因缘呢，人人都能做得到。只是大家呢，那个因缘所结的呢，还没有旺盛起来。哇，应该就是累生累劫啦，一直到现在有这么多人的因缘汇合，这一股力量，这一波呢，大家共同动员呐、啊，方向是正确的，刚这个方向。假如不同方向啊，那满马喷停哦，那就是散掉会乱掉。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的方向，这就是哦，咱平时我们平常时要修行的，修在人世，而且呢要归于心事，啊，这个心事呢。要从复杂调理出来简单，所以简单的成为一个方向。也许大家听得不知道是怎么样调理，好好去体会。师父讲的，迄个慢慢喷停，很多人的那如何调整嘛、啊？一条心，而且呢。不用有人发号施令，
人人很自然共同一个方向。这一回我不都是说考验，这一回的台风是给我一个如何呢见证与考验。这一波呢，我默默地看了，真正的见证到了，所以我满怀感恩啊，感恩事多啦。啊，恁都去想，师父那这一回，常常伫咧讲感恩呐、啊，的确是真诚感恩，心里呢总是有这样满满喷停，而且呢，要看的就是力量回归，一起。我看到了，很感恩哦。